早上起来已经九点了，看看外面太阳已经出来了，蓝蓝的天，蓝蓝的海，还想去哪里啊？哪里都不想去，就想待在家里。昨天又做了一批雀斑霜，有网友问我你卖不卖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我把配方跟哪里买这些材料都给你们了，我不是卖化妆品的，我只是分享我是自己怎么做的，让他们凉了一晚上，今天只要贴上 label 就可以了。朋友要回香港了，所以跟我订了一些肥皂，这是 Donuts 肥皂。这些肥皂我已经做了快两个月了，所以现在可以用了。我今天把它们全部都包好，因为外面撒了一些糖，所以呢，这个天气潮的话呢，这些糖就容易化，所以我把它全部都包起来了。它的颜色是用的法国玫瑰粘土，所以是原始的粘土颜色。另外它的配方就是我平时做肥皂的配方。我现在已经开始做圣诞节的肥皂了，研磨皂已经做好了，明天把视频给你们看。这一盒是我朋友的，他要了三套化妆品，精华露、乳液跟雀斑霜，还有这个玫瑰Donuts 肥皂。这里也提醒大家，如果你用一个牌子的话，就不要跟别的牌子混，因为不知道两个牌子他们的处方有可能是不一样的，有可能是冲的，所以一定要小心这个问题。另外皮肤是28天一个轮回，所以要看这个牌子你用了好还是不好，等28天以后你再看效果。但是涂了一星期，如果你觉得有瘙痒泛红，那就停止了，因为有可能是过敏。但过敏不一定是化妆品过敏，也许这个阶段你吃了一些发的东西，或者是太阳晒了以后的一种过敏。所以过敏也有好多的原因，不一定是化妆品。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就因为前几天去了 Trump 的那个高尔夫球场，我们俩，我是光着膀子，还好戴了一个帽子，他呢是穿了长袖，但是他胸口呢领子开了低了一点，结果他给太阳晒的也是皮肤痒。我就不要说了，我脸上跟皮肤一边正好这一侧太阳很厉害嘛，又痒然后又烫然后还有点肿，那3天我就什么都不擦，就用水洗脸，什么护肤品都不擦，第4天就好了。所以如果你的皮肤受伤的话，尤其是晒伤那就什么东西都不要去擦，身上可以擦一点油。我就擦了这个自己做的 body butter， 这个是完全 organic 的油做出来的。前院那个种植床种了一颗那个番薯，自己发芽的番薯，没想到它现在越长越大了，边上的萝卜啊还有豌豆啊都没地方长了，所以我准备把这盆白苋菜呢摘了，然后种这个番薯。这颗白苋菜呢已经吃了好几次了，我有点吃厌了，而且我发现它有点要长籽了，我不想要籽，所以我今天把它全部剪了。我先把上面可以吃的全部都剪掉。其实这个根啊，如果有谁要种的话还是可以种的，我呢实在是一个没地方种了，而且种了也吃不完，所以呢我准备把它剪了以后就拔了。可以这么说吧，前几天那场雨啊，把一年要下的雨水全都下完了，所以你看拔起来还是很好拔，因为它还是湿的。我是基本上这个土就没有去把它弄干净，连根带土一起去堆肥啊。说到堆肥，我又想起一个网友说，为什么你堆出来的肥那么干呢？我跟你说，像这样的菜根湿的，然后菜叶子湿的，我剪下来我会先放在一个桶里边，
让它晒。包括我厨房的厨余也是的，我都是放在下面有一个漏斗，所以呢，厨房里一定有水的嘛，那些菜都是洗过的，对不对？还有菜皮，包括香蕉皮，我都是放在一个漏斗里边，就是让它先晒几天，这样你再放到你的堆肥桶里，它就不会出来很多污水。但是当它们变成土的时候，它们还是会有一点水出来，但是这点水出来正好，堆肥是需要有一点点空气跟水的，哎，这一点水正好它就可以消耗掉。所以你如果不希望有很多污水，尤其是厨余啊，厨房里的，那你就给它放在一个盆子里晒几天，甚至晒一天都可以。但是菜叶子你晒它两三天都没问题，厨余呢晒两三天有可能会有虫卵啊或者苍蝇来叮啊什么，也是很麻烦的。现在我把土已经全部都翻松了，然后呢我撒了两把吧，最起码那个固体的基肥。哦，前几天我拉斯维加斯的朋友晒出了他所有种的菜啊，哎呦我天哪，个个都是很漂亮，而且他说很甜，瓜也甜，菜也好吃。他用的就是这个基肥，我开始不知道这个基肥，就是他告诉我的。后来他还帮我买了三包，我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从拉斯维加斯再帮我开到洛杉矶给我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？因为他是强烈推荐我，他说你每次去买肥买鸡肥一包包搬到家里边很累的，因为我们这个车子只能开到山下，你还得搬到后院山上，所以他就跟我说你就买这个鸡肥，虽然一包很重啊，50磅，但是你可以放在车库里啊，用个小桶慢慢的一小桶一小桶的拿到后院来。哎，我说这个办法挺好的，所以我现在用的肥基本上就是这个鸡肥。也有网友问我，我就看着你一桶一桶一把一把的浇在这个土里面，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我就告诉你，它就是固体鸡肥哦，那是有机肥。我还用的就是我的堆肥，我可以把这个网址留在下面，它好像每一个地方它的运输是不一样的。这种盆就是专门来晒这些厨余啊，或者是这个菜皮啊菜根啊，我都会先放在这个筐里边啊。你看这个筐已经给我用的7年了，全破了，我已经扔了一个了啊，现在又买了两个新的。现在把地扫干净了，这些土也放到这个筐里边堆肥用，因为这些都是旧土嘛。然后我去前院把那个番薯挖出来，我种下去的豌豆啊萝卜啊都已经长得很大了，所以这个番薯已经没地方可以种了。我挖的时候还挖断了它，没有关系啊，一起给它埋到地里去。这个番薯的叶子也能吃的，现在是最嫩的时候，所以我准备把它移栽到那个盆里以后呢，先吃番薯叶。盆已经都整理好了，现在只要种下去就可以了。种土豆啊或者是这种番薯啊，最好是种在盆里，这样呢你到时候挖的时候呢，一个盆倒出来全是番薯。你要是种地里啊，哎呀这个挖起来啊，要么挖坏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挖不干净，然后第二年到处长。我种过一次土豆在地上，现在就是一会儿发一颗出来，一会儿发一颗出来，很不整齐，到处都是。好了，我的番薯叶已经种好了。我刚在前面挖番薯叶的时候发现有好多蚂蚁，因为下过雨了，所以啊蚂蚁都出来了，繁殖得很快，所以我的前院有好多蚂蚁，我准备去杀蚂蚁。
之前的视频我跟大家介绍过这个硅藻土，我今天把这个硅藻土啊放在一个瓶子里。这个塑料瓶呢是就是抓虫用的，用完了一直不舍得扔，是因为这个盒子啊它前面有洞然后它的身体很软，你捏一下你看那它就喷出来了，这里好多蚂蚁啊，我把它们喷了很多，因为下过雨以后啊地上是湿的，我不需要浇水，这个东西啊你撒了以后浇水就没用了，我就让它，我是早上撒的啊，让它一天，这个蚂蚁有可能吃了以后它又带回了窝里边给那个母蚂蚁，这样这些蚂蚁吃了这些硅藻土啊就会死，母蚂蚁吃了以后等于把这个蚂蚁窝也给端了。前面这个地方靠近我们房间的啊也有好多蚂蚁，有的时候会爬到房间里，所以我在他们地上也给他们都撒一些，反正这几天是不会浇水，所以呢我基本上大的地方啊我都撒了。后院我没看到有什么蚂蚁，但是我看到我的缸豆上面啊有那种黑的虫，我就用泥膜油把它们喷了一下，给你们看看。我就是买的这种是在 Home Depot 买的一种杀虫的一种盒子，就是它杀完了以后你不要丢了，然后留着，然后我就用这个硅藻土。开始在 Amazon 买的那个喷壶不好用，这个罐子好用，这就是硅藻土在 Amazon 买的，那个罐子是在 Home Depot 买的，千万不要买 Amazon 这个喷壶，一点也不好用。用这个 Home Depot 买的罐子很省力，装起来也方便，大嘛，用个勺子往里边装就可以了。这个大丝瓜必须得摘了，边上还有两颗很大了，但是没这颗大，所以再留两天吧。前几天摘了一个丝瓜还没吃，今天准备跟这个丝瓜一起做一个豆瓣雪菜丝瓜，有些豆角又开始长大了，所以我把豆角也剪了。刚刚剪的白苋菜啊，我老的嫩的都一起摘的，所以呢现在要把它选一下。再说太老的我也吃不完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把老的摘了。这些是我在我的菜园厨房里都可以把它干好，拿回房间只要冲洗一下就好了。像这样的菜杆子你先放在堆肥的边上让它晒一会儿，晒个两三天它就完全瘪了，然后你再扔到堆肥桶里，这样你的堆肥桶就不会很湿，就不会有很多污水，堆肥桶也不需要打洞，因为你打了洞啊这个就很容易有味道出来，就会引来很多虫。除了除虫你还得预防虫，这些动作都是预防虫需要的。这就是我今天摘的丝瓜、豆和白苋菜。回房间看看我的玫瑰花，哇太漂亮了。这个南瓜、夏南瓜、番茄你看啊，本来是一篮子绿颜色的，现在有些番茄已经变红了。我是放在窗台前，但是我把窗帘拉下，因为有太阳，没有太阳的时候我就把它拉开，放在篮子里吧比较通风。等番茄红了，大的我会吃掉，小的就是中等的像乒乓球那么大小我会速冻放着慢慢吃。今天准备做一个丝瓜豆瓣炒咸菜，这个菜呢以前我在上海我妈妈做过。我先把丝瓜削皮了，你看我都放在这个筐里这些皮，这样呢这个水就可以流干，然后把丝瓜去掉头跟尾，滚刀切，
切大一点也没有关系的啊。你看这丝瓜这么大了，还是肉肉的，没有一点籽。哎呀，这个丝瓜的品种太好了。我去年有吃过肉肉丝瓜，就是它不是这个绿的皮哦，它是有点白白的淡绿色的皮，跟这个一样，也是肉很多的。现在我烧一壶水，准备先把这个丝瓜在水里边焯一下。我拿出冰箱里今年三月份收的蚕豆，还拿了一条鱼出来，准备烧红烧鱼，然后蚕豆准备去壳，把它剥成豆瓣。这些豆我收的时候呢，都有点老了，你看豆头上那个头是黑的，就是老了，所以我都是新鲜的时候已经把头剥了。那现在要去皮是很简单的，手一掐皮就出来了，但是一定要让它化冰以后它才好剥。朋友都说你做吃的东西真有耐心啊。哎呀，这就是吃货，我也想吃现成的呀，但是没人做给我吃啊。很快鱼液化的差不多了，我给他们先一刀一刀的化一下，这样味道容易入味儿。这个鱼呢，我在速冻的时候都已经洗干净了，所以就稍微化一下就可以了。我把它切成了四段，这样呢煎起来好煎一些，味道也容易入味儿。尾巴我把它剪掉了。好了，菜都洗干净切好了，现在来煮菜。今天准备煮三个菜，都已经准备就绪，现在开始煮菜。丝瓜我已经在水里焯过水了，焯水的时候我就放了一点盐，没有放别的东西。现在起油锅，先把大蒜煸香，然后加入豆瓣，豆瓣在油里边呢好好的炒一下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还烧了一壶开水，因为炒蚕豆啊，一定要放水，让它煮熟。但这个水绝对不能冷水，一定要开水。什么原因？我以前说过，那是我妈说的，就蚕豆一定要用开水，这样她说煮出来的豆，它的营养就不会，怎么说啊？营养就不会散发。好，盖上盖，现在就让它煮，一直到这个豆瓣完全煮熟了。你可以开盖吃一下，这个豆瓣如果很酥了就是熟了。这个时候你看已经没多少水了，然后开始调料，加盐，然后放入丝瓜翻炒。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菜已经可以吃了，因为全都翻炒好了，都是熟的。但是我还是放上了我自己腌制的雪里红，看到吧，这一瓶雪里红也没多少了。我知道全部放下去呢会比较咸，但是呢我已经想好了，如果是很咸的话呢，我晚上就放一把挂面。雪菜豆瓣，这个在上海呢是很流行的一道菜。这半夜女士，那就是吃洋葱面它上面的浇头啊，所以我不怕它咸。我是还放了一大勺的糖，因为怕这个咸菜太咸嘛。然后就是要煸炒，要把这个咸菜的香味儿炒出来。这个菜炒到这个程度啊就可以了。现在就起锅，我尝了一下啊，不是很咸哎，很好吃。现在我来煎鱼。我用了一个不粘锅，放了油跟酱。鱼呢，我放了一点面粉裹了一下，这样呢煎起来就不会粘，而且外面就会有一层脆脆的感觉。然后把鱼放下去煎。这个鱼啊，要比黄鱼老，所以呢你冻它没什么问题。如果是黄鱼的话，你放下去就不要去冻它，等它煎黄了你再去冻它，因为冻它有可能会碎，这个鱼不太会碎。我一直说你要鱼好吃一定要把它们全煎透，你看我竖的、横的、正的、反的在那边煎，
好了，现在全部都煎好了。我喜欢吃鱼头，所以鱼头我一定要把它煎透。鱼都煎好了，我换了一个铁锅。为什么要换铁锅呢？因为这个锅啊，里边油还是很多，煎鱼油一定要多。所以呢，我又不舍得扔这个油，明天还可以煎别的鱼。所以我就把这个鱼呢捞到铁锅里，放铁锅里放点油啊，要不然会粘。然后把鱼全都盛出来，其实也没多多少油，但是够我做这个第二道鱼了。好，接着锅是热的，鱼也是热的，对吧？我就拿出我浸泡排骨的这个酱，里边有豆瓣酱、鲜酱油、红酱油、黄酒、大蒜，还有酱末，还有五香粉、白胡椒、生姜粉啊，然后浇上去，然后盖上盖。这个佐料里边还有糖，对，所以它是有点甜味的。然后盖上盖呢，稍微焖一会儿，千万不要煮久了，煮久了有可能它会糊，因为我没放水。这就叫干煎鱼，几乎就是没有水分的。现在就可以开盖起锅了。起锅前呢，先把鱼呢翻个身，这样呢它反面也能有更多的佐料沾到。这个佐料里边我因为还放了甜面酱，所以呢它是有点甜的，糖我放的不是很多的。现在把它翻个面了以后就可以起锅了。不要把这个汁完全烧干，干烧鱼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把火关了，因为关火呢它这个炉子其实还在烧的。接着我就放下了一把冰冻的葱，你们看看，虽然是冰冻的啊，但是它还是很好拿的，因为我冰冻的时候呢已经沥干了水分，所以没多大水。好啦，这个鱼就可以起锅了，而且一点都不粘，看到吧，我怎么抖它都冻的。我跟你说，中午我一个人吃了一个头一个尾，太好吃了。 Sam 今天跟我生气，不吃我做的菜。我就想，你不吃我一个人想吃。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我最好是有人做给我现成的吃，但是你看我做那么辛苦，他还说不吃，赌气了。我把苋菜就放在大蒜里边炒了一下。好啦，中午我一个人吃三个菜，哪里吃得了啊，真是的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明天就把那个雪菜放一把面，又可以对付一天了。看看外面的天多蓝呐。好吧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你的关注。如果你喜欢看我做肥皂的话，明天我就给你们看我是怎么做这款研磨肥皂的，明天见。